今年十八岁。我十八岁。十八岁。我觉得我每天很潇洒，很帅。就是喜欢打打篮球。我特别爱滑板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快乐的少年。心里可能会住了一个小孩。我平时就是挺傻挺憨的。我们都是想走到大舞台上，被更多人看见，成为亚洲 top。 我就想做到我最好的，想给我一个成年礼。我觉得上面证明就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。我太想要这个舞台了。我希望在我少年的时候，以少年之名拼尽全力去热爱我的热爱。少年百态，这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。我们不想要千篇一律。你们的实力是过硬的。哇，如果他能往后走，我觉得是 C 位很强的竞争。在我这边他能力过不了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失望。先进待定区，谢谢。不想，不要乱想，不要乱想。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我会发光的。老师，我还有一句话想说。他是帅的。好，因为你有种站出来，那我们就看一看你的秀。